天二位呢也是携手步入我们的红地毯，可以说两位真的是男才女貌的搭配啊。对，我们看到现在现场有很多的粉丝在争相为两位留下最为引人注目啊。与今天不同的是，在角色当中他是有大胡子，浓眉大眼，霸气十足，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啊，对于冯绍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而且呢，他的银幕处子作也献给了电影《红门宴》。而对于刘亦菲来说呢，还是在塑造着非常柔美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两位在《鸿门宴》电影当中的精神合作，也希望两位的表演能带给我们惊喜。欢迎二位，你看这个二位搭档非常的默契哈。两位还是非常默契的选择了一方。